万万没想到，原来小小的姜块才是食物界的最强抠子。眼前这位小姐姐正在吃鱼，本来以为盘子里放着两条鱼，于是便随手夹起一块小的鱼头，结果翻过来一看，竟然是一个姜片。哎呀，小姐姐是瞬间懵逼，真的是没想到，这个姜比盘子里的那条更像一条鱼。这时候有网友调侃：第一眼，这是鱼肚子里的小鱼；第二眼，食物界最强 coser。 还有一位小姐姐吃饭时从男朋友抢了一个鸡腿，非常开心。可没想到，当她扒开鸡皮露出姜块的那一刻，小姐姐的 CPU 是彻底被干烧了。这时候有网友发出灵魂拷问：真的很奇怪，不管是炒什么，姜就可以像什么？这个就叫专业。此话一出，一些吃瓜网友是彻底坐不住了，纷纷跑到评论区开启了分享模式。姜丝炒土豆丝完全可以命名为扫雷啊，根本不可能会有人看出来哪块是姜。可没想到下面这位网友更为离谱，那就不得不提这个了，立马有网友回复。 我拿这个鸡腿跟你换。这时候，一位网友幸灾乐祸的表示，一次我朋友来我家玩，我给他们炒了土豆丝炒姜丝，说吃到姜丝的人洗碗，可最后一盘吃完了也没有人吃到姜。其实我压根就没有放土豆。咱就是说，为了我们，姜真的是可以变成任何模样啊！可没想到，一位老六女朋友竟然用姜整起了自己的男朋友。当我用生姜伪装成鸡腿，整蛊老公，然后来找妈妈。你又来干啥？这个又来捣乱。 想吃这个大的，想吃大的稍微等着去。哼，这个炸的太像了吧，嘿嘿嘿。老公，我妈炸了鸡腿，让你尝尝味道。哎呀，不烫了。好吃吗？好喝，好好喝。啊！行。儿子，你吃呀，愣着干啥呀？吃，多吃点。嗯。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出小哥的酸爽。 好吃吗？好吃啊！好吃，你愣着干啥呀？多吃点啊！我进屋吃吧。笑。